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凤牛。前两期接到了一个正十一乘一分五零的投稿视频，那这期呢是接到了一个G1车队的小伙伴给我投的反向十一乘的投稿视频啊，记录呢居然还是一分五十一。不过呢，虽然记录相差无几，但是这个车子呢是不相同的。上一次的是独行者，这次呢是指挥官。那我个人认为哈，像十一城这种地图呢是独行者比较好跑一点啊。毕竟这个十一城的话，它是需要卡气的次数是比较少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氮气长的话可以连续两个弯。只放一个氮气就够了。然后我也去试了一下，用指挥官的话我的极限是一分五十八左右，但是用逐行者的话我可以抓到个一分五十七，说明这个逐行者来说跑十一层还是挺有优势的。当然这是说对于我而已啊，如果说一些新手的话，可能开指挥官跑十一层呢它是比较适合的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也不知道说啥了，大家可以慢慢欣赏接下来的操作啊。毕竟一分五零的细节不是随随便便找个人都能做到的哦。